的身体。 过来。 站住！走路男人点，一国之君哪有这样的？成何体统？怎么了？那你也可以扭起来啊，反正你现在身体也是花魁啊。扭什么扭？朕最讨厌蔫儿吧唧的。注意身体。大哥，咱得赶紧回去了，家里知道咱外出的事情了，正在大发雷霆。那回去吧。 站住！公子，不要忘了我们的约定哦。